姐姐姐姐，我也想吃它，给我一个好不好？不给！我那么不给不给！不给！哼！咋还不够气？哎呀，我下班回来了，看两个宝贝在干啥呢？一天天的。哎，小宝，你怎么撅了个嘴生气了？我想吃它，姐姐不给我吃。那妹妹想吃糖，你咋不给她吃啊？不给，给她一个。不给，你手里有这么多呢，给妹妹一个。不给，你看这个臭姐姐，越大了越不听话，这个臭姐姐一直都不听话。来，小妹妹别生气了，你看妈妈这是刚给你买的，这什么口哨糖？这底这下面还有一个跳跳糖呢。来，我们打开给她吃。妈妈，我也想吃。不给。哇，会给姐姐一个吧，看看姐姐会不会吹。因为我姐姐会吹就给她，不会吹就不给她。吹一个，哎呦，老厉害呢！啊，你也会，你也来一个。我吹哪边？你都不会吹呀，小妹妹。姐姐会吹，你看。姐姐拿这个跳跳糖。我看看，这是个什么呀？这是个。跳跳糖，我看打开吧，打开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。吃一个吧。他都不敢吃了，他生气了，他吓得都不敢吃了。刚那么给你把这个跳跳糖拿过来，打开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。我看看，就一袋嘛。就这么一袋跳跳糖嘛。打开吧。打开，把这个蘸蘸。听说这个跳跳糖放到嘴巴里，它会跳动。来，张伸舌头，舌头。哎呦，来你舔舌头，舌头，把糖拿出来，把糖拿出来，跳不跳？跳了没有？什么感觉？好，葡萄口味。我说你什么感觉？老电的样子。是不是？电动嘛。